嘿，是我，又有好看的介绍你们了啦！在北海 Seberang Prai 这里的 Gem Resident 即将封顶了，1月18号呢就是他们的封顶仪式，18号到21号呢，记得要来他们的 showroom 看看，因为会有很特别的优惠。然后这期间呢，预订购的顾客呢，除了有 offer 之外啦，还有机会赢取他们的小米电器等等哦。 首购百货公司呢，也即将入驻这里，开启北马区最大的 shopping mall， 有全冰最大的电影院 ，bowling， 甚至连溜冰场都有。哇，槟榔，以后不用去到 KL 就可以溜冰啊！ Gem Resident 呢有超过40种的设施，除了平时那些游乐园、 KTV room、 健身房等等啊，这里特别的哈，就是他们的水上健身房、 Jacuzzi， 还有奥运模式的游泳池。 从 Resident 呢只需要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 mall 了，完全呢不需要担心 parking 的问题。 Gem Resident 呢，在今年瓜得推就会完工啊，很快就可以入住啦。环境美，地点方便 ，facility 又这样多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记得在18到21号过来他们的 showroom 看看。在这4天内呢，预订的顾客啊，都可以获得他们独家特别促销，包括赠送小米电器等等，不要错过哦。